征服汉室，随我出征，看我青龙偃月刀，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是2020三国杀俱乐部联赛 S1 联赛三国杀十周年自走棋项比赛第二轮第二场比赛的直播啊！大家好，我是解说十六。大家好，我是解说阿乐。好，那在第二场比赛解说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同步给大家一些讯息啊。三国杀周边商城每周活动，本周店铺活动是套装组合大优惠，夏日折扇套装150元，买五赠二，五款人物分别是郭嘉、司马懿、张春华、周飞和貂蝉，赠送限定版绝世倾城貂蝉折扇一把。新品组合套装优惠，旅行套装啊，是两个行李牌加一个金属书签，创意金属书签一套，加一个布列士和孙尚香的行李牌各一个啊，赠送结伴同游明信片一套。手机壳每周五上新六款皮肤，总有一款适合你。本周更新以下六款：文和乌兰舞吕布、宽容词汇布列士、语笑嫣然大乔、实践明敏曹睿、熟心百药华佗、长山白龙赵云啊。往期皮肤也可以进行一个定制啊，根据自己的机型。好，那在上局比赛中是两个天胡的大位，是的、啊、最后拿下了一个一二名的成绩的，也是少见啊，我觉得能这么胡的位其实还蛮少见的，是的是的，而且很少有两个位都打到最后的。对，来看一下，这边是老实人精英大明宫有领启才南书无双和桌桌有鱼，今天的首发名单啊，选手妹子获成最大赢家，因为在最前面嘛。对，小白兔是有领的，白兔是难输的。给我们等待一下比赛开始啊。哦，好 ，OK， 应该是出了一点小问题啊，我们要稍微等待一下。八名选手，八名选手。上周第二天的比赛，感觉打的好像也还行。八支选手其实也还挺刺激的。对，是的。好，开始了。这边那李典、周泰啊，是的。陈群、周泰也可以。陈群、周泰也行，但是以我们选手性格来讲，有位不抓好像不像是他们的性格。是的，是的。或者你抓李典、袁术也可以。对，李典、袁术也可以。只抓一个有点过分吧，按理说应该再抓个周泰或者是袁术也会比较好。黄金小兵 A 两下没了，哎，周泰是拿了最后，哎，又来了个周泰，哦，刚袁术过来也是两只了，嗯，那这边张飞也拿了，是的，袁术也拿了吧，或者你拿李岩也行，因为李岩没人跟你抢。那李岩拿了，其实双张也拿了吧，最近双张李岩是吧，也就前期凑合一下。是的，哎，已经有凑二群，哇，太快了吧，哎，已经有一个打无的，哇，太快了吧，这个是两星的一个香香，对啊，这霍王我直接走无了，啥也别看了好吗，而且还有一个走鼠的两张飞，直接扣谢发牌员爸爸，对吧，直接开始走无。曹仁开始陆续合对子，其实我就画成貂蝉，要不拿一手、拿生煎吧，生煎能补补牌，凑个烧三刀盾，对吧，对，好，已经凑好了，哎，这放一号位孙坚，你不放个二号位孙坚吗，三刀盾一号位放个曹仁，二号位放孙坚，他不香吗，现在第三轮能够把二号位孙坚秒掉的，我觉得应该没有，没有没有，除非两星的一个张飞，两星张飞，对，放到二号位疯了，谁会这么放啊，对吧，二号位主场上张飞就是废的，这吃这个牌还要延缓一轮吃，对，相对比较没办法啊，曹仁是不可能直接突死对面的张飞的，因为曹仁没办法出两张杀，是的，然后、哦、又可以拿一轮，看这孙坚就补了一轮牌，两多不开心，
哎，这边二星元素啊，果然陈群拿一手吧。高顺你都已经抓了，宝没钱。其实那谁的高顺卖了算了，还不如抓个黄忠、他把这谁卖了，拿高顺，还不如凑拿个黄忠凑二攻会好很多。哎，对，我觉得可以，你把高顺卖了拿黄黄忠吧。哦，他不想走吴，他不想走吴，他还是想走一个位。你但凡走吴的话，这手肯定拿黄忠。对，想想一点，一星黄盖，我一星黄盖厉害，超人。毕竟在一星里面能摸牌的人不多呀。你还记得传说黄盖吗？哦，那个版本传说黄盖炸枪之后群体摸牌，但其实强度也还好吧，也就只能说其实什么也是什么都能搭，对，百搭一点。对，想想群体摸一张牌，哎，香香瞬间三位了，三位。你还不走无吗？发牌员让你玩无，你不玩无？往丞相甚至，哇，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了。哎呦对不起，我错了啊，我错了，对不起，我郑重其事的道歉。香香卖了，或许够卖了，再把超人买了。啊，他这把可能赢啊、哦，其实也可以不用买。不一定。他三无基本也不过是五个超人而已，但我只是惊叹这一下发了三个超人。哦，超人牌被换光了。两刀没了，好，赶快去把卖了，许贡啊什么卖的吧，感觉这把不好说，还行，虽然上状态很好，没问题。哎，那个曹彰不用打他，他自己会摸牌摸死的。是的，好，那没办法，我们控制不了，没买来，那个曹人没有买来。因为打得太慢，我觉得他可能大概率可能他觉得还是走不了位，他只是简单的凑一手而已。那其实凑两星就够了。哎，卖掉了。嗯、啊。他把李典跟那个谁卖掉了，他知道自己走不成位。哎，周泰，哦，这个已经换人了对吧？换人了。这边是一个什么阵容呢？奇才的视角。高顺。这把位大家都不是很顺。哇，但是这个六个曹彰。哦，看到了，两个两星曹彰，六个两元曹彰，一刀两刀直接没。哎呀，真凶残，一刀两刀死了。哎，打脸鲁肃临死之前我还要再苟活一下，我觉得还能抢救一下。七，哎，但是还是没有。这把现在花千跟归零都有一点点，这把没什么好拿的，升了个人口，这太惨了，太惨了。杀了两次什么都没有，没有啊。其实刚刚如果抓吴的话可能还有点成长了、但是他又不打吴、其实有鲁肃可以抓一下，其实凑个三吴先玩一下，先苟一苟。对面是一个三，还行，整体阵容强度还能说得过去。对，因为但是只不是我们惊叹于说以这个刷新的办法你到后面是没有比较头疼的。对，一盘换了孙尚香的盘，想想两刀被秒了，高顺买两只，好，守住了。毕竟这些二星卡的优质程度都还是可以的。是的，两只曹彰的话，其实运气好，降子出来杀。这边是一个蜀国，但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打三个，可能卡一卡人了。哎，好像是五鼠了吧？是无鼠了吧？诸葛亮跟刘备上去，他没上。
其实五鼠随便戳的。是的，其实现在五鼠是五鼠了。换我，我可能会把五鼠上了，把其他人全卖掉，我直接吃经济了。开始，我也是，我开始吃经济。五鼠其实我觉得比这两星的厉害。对，你看啊，他现在是六块七八九十十一，他现在有十一块钱。要我，我可能把这十一块钱全卖了，我二十块钱我开始吃连胜吃经济了。对，我到十回合，我先把吃经济吃到全场最大。我五鼠最起码我能撑到第十五轮之后，而且中期也可以慢慢刷，中期五十块钱早点。大家不要小瞧五鼠，五鼠戳这对面阵容简直跟玩一样。对对对，五鼠其实比三鼠增他的一个增强。你看他这局搞不好还要输了。是的。所以我不是很懂这个大法啊。他可能是觉得单纯觉得二星祝融、二星祝然强度会很高，但其实非也。五鼠的羁绊对于这个蜀国的提升是质的变化。是的。高手卖了又来了，刚刚卖了又来了，你何苦呢？你何苦呢？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一波的决策非常非常错。我自有办法。还要强拿位，还要强拿位。我觉得拿位中期可能会翻车。你看看啊，刘备你怎么办？朱良，刘备你怎么办？黄忠你怎么办？难道你要把这个朱然卖了，拿夏侯惇？时间到了，好，果然哇，啊，这不，我就无语了。这我觉得辅助，我还在这一波打的，我觉得太亏了吧？是的，我觉得五鼠前期不能这么玩啊，这个你这可能走不远啊。先别下定这么高，人家运气好呢，是不是？这个如果这局啊，如果真的是无双能拿到一个前二的成绩，那我得看他这个刷牌能天胡到啥程度，真的是。一般你说这一般说这句话，不是应该要吃点什么吗？是吧？是啊，因为这局明摆着就是一个拿鼠的局啊。对啊，我觉得鼠发的这么好，居然，而且他很早发的很好了，对，十回合不到七鼠，真的。这个五鼠，这个五鼠能戳到二十轮，十五到二十轮真的毫无压力。是的。而且他吃一波连胜，吃一波经济，他都可以在后期做到人口大幅度领先的。对的。可以领先一到两个人口。而且蜀国其实也不一定拿不了第一。对啊，你在领先一到两个人口无限吃鸡的情况下是可以吃鸡的。你想想你只要早点你后面的三星多一点，其实不一定打不过一个七位。你看这满场位，你的这些卡怎么抓呀？其实我觉得，看一下后面还有一个三鼠，后面有个周周有鱼在抓鼠，但是他那个三鼠成型太慢了，还没有，他刚刚已经五鼠，而且已经六鼠了，五鼠已经出来了。主要是一你在保着连胜，第二你保着经济，对吧？第三你还有一个成型的阵容，这太亏了。主要我觉得连胜那波节奏被打断了，很亏。这花千为什么现在只有三十二了？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强抓位的后果吗？有可能是，好像也是个。他可能是刚成型的魏国。他可能真的是刚成型的魏国。看一下这边曹朱然，十三张牌的曹人，好恐怖啊！曹人能摸牌吗？这客场进攻这个阵容一点优势都没有。是的，是的，就只能靠单卡的一个质量。这里面啊，单卡质量最高的竟然是个二星李典。是的，李典是相对是单卡，朱然其实还可以，他朱然的体质也很好，没错，他的一个进攻能力还不错，效果也还不错。其实刚看的我真的是，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是听到一点心碎的声音。对于我们大蜀国就如此的不信任。是的，刚蜀国好歹也拿第三了，对吧？嗯，而且那局是中期转的，那么不顺的情况下都拿了第三。
是一个三位四骑二群，其实两星还蛮多的，这个质量还蛮高的，这小兔子的一个蓝书的白兔已经五了。其实我觉得这五然后加三护卫，其实果断走下去的话，其实中期可能还是有一个不错的发挥。哦，这是由于开走鼠了，五鼠已经达成了，是的，但他没有那个射啊，刚刚辅助的一个鼠国相对是射很多。黄忠不太行，一星黄忠手里只有一张杀一张闪，没有人补的话，这个输出还是打得不到位。没办法，这个蜀国的客场进攻场次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是的，主场会相对比较熟。福州连胜断了，其实现在我很关注这个。我其实挺关注他这局他走多远的。香香可以换曹仁麦了吧，可以留一下，你暂时也卡别人一手嘛，留一下也可以，其实甚至可以把李典都买下来先，然后等会打不过的时候再卖掉。没错打得过其实正好也30块钱卡人家一手。好，卖了其实也可以，果断一点，其实这种其实相对很果断了。嗯，这吴国其实还可以啊，算是比较顺。是的，不过他现在要期待一下他的孙权。孙权啊，香香再搞来个三级嘛，来个三星嘛，其实也还不错，伤害也高。周泰，对面有二星的杂牌军。是的。孙坚，哇，香香摸了一个牌。但是鲁肃可能会换走。好，鲁肃把香香牌换了，香香哇，换给了一个朱桓救了一手周泰，这个换给朱桓很伤啊，朱桓本来的输出就高，而且他好像是牌多造成额外伤害，手牌没杀吧，我记得好像是牌多，手牌没杀，他跟朱然吧，一个朱然是手牌没杀，另外是什么，朱桓是手牌大于的时候，老记不住他们俩，存在感比较低。常抓，但是技能老记不住。有朱桓的话是，啊，没有杀的时候。没有杀是吧？记得是一个没有杀。朱然是手牌比对方多。手牌多啊、我是记反了。这边三，实在不行，要不把吕布给抓下来，对吧？跟鲁肃换一下，凑个五骑，提升还是蛮高的。好，是应该没有了。两刀，哇，没了。鲁肃换牌，我这边地盟换了曹仁好多牌，但后手位还有一个鲁肃再换回来。哇，这高顺应该被秒了。一刀两刀，那这个公孙瓒还有发挥的空间，因为下一轮公孙瓒对位已经死了。是的，鲁肃好结束了，已经等不到下轮了，不用等下轮了。辅助没了呀，49血没了呀。你看，这由于走鼠，你看现在第三了，你看。这边耳心的孙坚拿了一个曹纯，这边还没有吴，没有吴吗？有两个吴国吗？好像是两个吴吧。这边是一个四吴，这是一个打野轮次，15波，15轮打野轮次啊，6人口升7人口的一个回合，已
一个是三卫四骑二群三卫三刀盾六鼠二枪五卫三刀盾，这个是一个吴国南苏白兔，然后这边又是一个卫，又是一个卫，这边也是一个五卫，那就是一个吴啊，是的，一吴一鼠嘛，六卫，六卫，哎，福珠，他本来是一个都七鼠的人，何苦啊？现在走位，现在走成了这个样子，人家一个六五，六鼠，而且晨星比你晚。怎么说呢？后三名全是魏国，对，这很正常。中将忠义，抓一手。护我周全，兵精粮足，没有一定的。就是走魏国现在是这样，就是一方面看运气，另一方面其实就是容错布阵，容错其实还是挺关键的，容错率低，其实最主要还是看你个前期的一个，你想想你前期都给你来了这么多一个东西让你成型了，你不要一个成型的一个阵容，你要走一个相对比较偏后期的，但是后期中期你怎么办？对啊，你要走后期得把先把中期挨过去，哎，这边还是一个七人口升六人口的时候少上了一个人，是的，就还少上来，目前是成仙的视角，成仙视角这边四位，然后混了一些比较杂的二星，是的，有一个鲁肃啊，相对质量比较高的二星嘛，像朱桓这种，碰了对面的也是一个魏，曹仁精锐之兵，而弃奴盾加利兵，一刀两刀。那其实朱桓康特不行，曹仁是杀的，对，曹仁。哎呦，感觉好像是有点悬了呀，还没有优异，没有，我可以这样，还可以，还可以。不一定杀得死，哇，守住了，守住了，守住了，险胜啊，险胜，险胜。哈哈哈，我在想不用拿了，我这朱香早晚会卖的，那你这又怎么办啊？公孙不要嘛，要不公孙再卖，把公孙再卖了吧，或者提上来也行。曹彰，公孙继续再卖了呀，曹彰，哎，卖了，两张都卖了吗？对，他没位置了。啊，35块钱。还是一个四位。哦，还好这一局打的是鼠，这绝对能打过了，能打鼠了。而且这个鲁肃对位刘禅还是很爽的。对，刘禅在，刘禅每回轮只能出一张杀。对，只要他不掉血魔牌的话，而且刘禅掉血魔牌大概率是摸一张杀加一张闪，或者后期一张杀加一张替身，很少能摸两张杀，这要看概率。我感觉好像有些武将的摸，就每个名武将掉血魔牌的概率都是不一样的。又拿了一张闪，哎呦，有点悬呀、啊，这个鼠和叔叔有点挡不住，好像看这个丞相啊。哦，放了个 AOE， 哦，是打，没办法，而且丞相对位的离点挂了，是的，那没了。哎，这边廖化没出牌，哦哟，哎，可以，还是打赢了。这波血没抬多少，但是节奏被断了。是的。这个主场进攻回合就，现在就没什么太多说的了。而且连蜀国都打不过，就是有点悬了。他的一个攻击的能力，主要他四位，他没凑成五位的一个羁绊。是的，这个防御有点挡不住蜀国的进攻。哇，这边其实城心还蛮舒服的，城邑都有了。辅助，哎，五位三刀盾，五连败，五位三刀盾，凑了个三星朱然。还行，还能挺一挺，因为这有三星助燃在。是的，进攻轮次应该还能化解一下。还没秒掉这个曹仁。内外节俭，不务俗好，众将死战，非我之路。夏侯惇，哎呀，朱然还是你。
对 ，F 你说有个伤害加成，曹彰还可以，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是的，主要这个助燃救命了。是的，三星助燃他的一个爆发还是非常的。这个阵容，其实他把这个助燃如果拿掉，其实跟上把最先被抬走大明宫是有点像的。是的，知道吧？是的，这个幸亏是这个里面摸到了一个三星助燃。对。三星助燃伤害太高了呀，但是有一问题，他现在经济不好啊。经济不好是因为他刷的呀，就是强刷的，这一看就是强刷出来的。因为他不刷的话，应该早就没了。曹彰、陈玉还行，这一下来的好关键啊。是的，好像感觉是不是七位了呀？我感觉也七位了，但七位不可能换助燃呢。齐了七位了，这运气还是可以的。他为什么不抓陈玉啊？这边一个四七五位，这边还在等这个三星高顺。是的，而且马上也三星朝张嘛，三星高顺，三星朝张、对面已经有了。是的，两刀，鲁宋把曹，本局其实没有完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天赋。是的，至少上一局不像上一局，对，上一局是有两个人都相对是比较糊的，毕竟六位互相卡嘛。是的，卡的原因，上一局是一个是糊的是单个的，一个是糊的是阵容，两个糊的方向还不一样，一个是早早七位了嘛，一个是早早的有了两个三星，这应该守不住了。守不住。是的，鲁肃居然还能再活一手，鲁肃活得太久了。曹纯的一个行动，奇才已经没了，走了一个四位，走了一个魏国。对，其实这个魏国走得非常好，走了大家其他魏国可以松口气。对，其他魏国松口气了。是的，能多刷一点东西出来，刷点魏国出来。大明宫已经六连胜了。大明宫，他的一个也是一个五位，主要是这个三星高顺。对，其实包括无双辅助也是一样的，你会发现。他是一个三星的助燃。这个三星的一带一刀斩的武将，对于他的这个阵容加持度还是蛮大的。对，主要是他的一个前期的一个爆发伤害变高了。所以说，我刚才在说这个辅助嘛，这个辅助但凡如果这个中期转型真的是连个这个东西都没有的话，那早早就没了。是的，是的，是的，这只能是真的是刷到了一个三星助燃，算是比较不错的，是救命了。包括花千也是一个样的，这两个都是在狂拿这个魏国的，中期算是有这种高顺啊助燃保了一手节奏。精锐之兵，善加利不顿，伺机而行。好在前几名其实状态也一般般，只能说经济稍微好了那么一点点，主要还是经济好，但是拉的不是很大啊。目前来看经济拉的还不是很开，就看什么时候谁升第一个八人口。这轮次过后应该是有人要升八人口了，要对对，要看他整体一个阵容的，其实是需要的。但前几名我的个人想法是不急，因为这局吧，就是没有人有太多的连胜节奏说可以说要保一下。对，那所以说你升七人口升七人口升八人口其实不是很关键。哇，两星曹纯，这边是率先拿到了一个两星曹纯。曹仁不退半步，我这要刷光吗？还在刷？刷了吗？这边完全就是靠一个单卡的个质量，他没办法，因为他现在凑不出五位来。突然发现他要强刷，我突然发现他真的连五位都没有，而且还是第一。他强刷是为了刷五位出来，他是没有那两张史诗牌，一张都没有。夏侯惇跟曹操，纯靠前期单卡质量好。对，二星鲁肃应该是立大功了。是的，降池直接秒了对面的一个曹彰。善甲，夏侯惇遇到鲁肃，鲁肃很开心。
只要是打我，你一次也打不了多少血，我还继续换。曹纯，这是两星的曹纯，还是很厉害的。两星曹彰，曹云君，鲁斯又可以换，你这下午都没什么伤害，没办法。是的，然后下午都还被鲁斯砍死。您是一个沦落师，您是个沦落书生，砍死了夏侯惇。鲁肃拉开了巨大的一个收益。是的，曹操来了，曹操来了，五位。哎，盼星星盼月亮盼个五位了。那公孙瓒其实直接卖了算了。五位的同时带来的是三骑兵的效果。是的，他本来其实已经三骑，四骑吧，他四骑四位嘛，就差一个。这边五十块，四骑五位，第二名的小兔子，高顺，三星高顺，周泰，哎，周泰不屈一次都没有，两星的张妈，张妈，但张妈活不过夏侯惇，我觉得直接没了。三星的孙二香，火山一刀砍了一点伤害，但是没用。左慈发牌，善甲左慈，哎，张妈救了左慈一手。速，这边换了一手李典的牌，还能保一下这个三二香。哎，保，应该是四攻了吧？两攻，我已经看到两攻了。有孙权四攻了。啊，四攻了。但是输出有点乏力啊，这个孙权跟黄忠都是异星的。而进无盾，外患不得不善加利兵，伺机而行，稳如排长。好，没打赢。主要这个解决不了这个高顺。高顺的话，你必须是孙尚香放第一位，你才有可能把他秒了。那也不行啊，关键是孙尚香吃一刀斩也扛不住，这个斩死了。是的，是的。所以只能拿周泰去扛，但是周泰这局又不是很给力，不屈一次都没发，一没直接没发，85%，85%的概率，一次没发。哎，那其实倒数第几名还蛮坚挺的这把。对。可见刷的牌质量还是不错的。是的，花钱一个八连胜，然后辅助一个四连胜。这个数我感觉好像不是很顺呀，不是很，相对不是很顺。但其实阵容看起来还不错。七数是刚有的吗？哎，这个为什么一号也放了一个异星的张飞啊？这个我不是很理解啊。但七属一星张飞伤害还是有，也是能杀三枪，九点伤害，就九点伤害，九点伤害戳不死人啊！就是张飞，蜀国阵容是这样的，一号位这个张飞其实是要秒掉对面最强的那个人，因为基本上对面最强的那个人大概率会放一号位。对对。但你一号位这个张飞就感觉打不死人，就白送了，就感觉对对面没有一个实际的影响，对面还是就只不过损血启动嘛。你想想，你张飞，你能捅死对面的高顺吗？能捅死那朱然吗？好像捅不死。那捅不死的话，那你那个三星是个祸害啊。是的，那其实还是要把这个二星张飞往前面挪一挪。我觉得多加一点星高张飞，我有点纳闷，为什么会放个一星张飞？不过他虽然说他赢了啊。是的，不过他张飞为什么到现在才两星？他现在是一个两星，两个一星。是的。这刷的质量也不是很高，这马上25回合了。魏国那边那么卡都已经三星了，这边张飞还没有。主要还是其实我觉得发牌员本来发福输出这么多，他发牌员觉得自己心累了，蜀国不给了。发你们蜀，你们不拿不发了。是的，这么悬位都给你们发，发完你们自己抢。啊，辅助好像刚连胜被断了，现在被抬了26血，只剩4血了。小兔子，
这把真的是大家都不是很，其实大家想卡的结果嘛、而且血量都是一点一点往下走，对对对，血量其实很接近的，就都连胜不长久。现在大家都是八人口，蜀国基本没有什么人能扛得住这一刀斩的，血量都不高，血量都是不高，对，所以只能拿个人去卖。草纯战当取精锐之兵，而进无盾，百步冲，走，你害我，忠诚实而变。曹操说你快砍我吧，我拿替身。当取精锐之兵，而进无盾，曹彰文德，应该守住了，守住了，是的，蜀国的进攻阵容还是比较好守的，毕竟都比较脆，而且防御牌也少，相对是比较好守。好，这还没了，已成大事，勿拘小节，会将何人，可以将其拦下。天王量你查事也难逃，众将死战，非我之功绩，有埋伏。这是一个无压力啊，这边已经七位了，而且精英这边已经成型了，而且七位三骑三刀盾嘛，已经完全成型了。好，花千也走了，这边主要是一个普通牌的一个三星都还没有达到，现在都已经25回合了。现在开始连胜，好，守关将军，将军很少见打到第25轮，这血量都这么惨的。是的，上把我记得前两名血量至少都是七八十以上。对。这把大家卡死，完全是卡死。战当取精锐之兵，而进无盾，自缓。善加利兵，离点，伺机而行。战当取精锐之兵，而进无盾。守关将军啊，还是无压力的。是的。曹仁，哇，79块钱，好舒服啊！刷呀、啊，要么直接升人口嘛，报一个9人口，再上一个曹纯，看一下，会刷吗？那你不刷也没用啊，最多50块钱的收益啊。九人口不高啊，这个收益他现在，我觉得。要么就刷嘛，刷的，因为他现在是要囤吗？他是可能是要囤经济，囤到够9人口的经济再升。我怀疑他在囤经济。没有没有，直接升了。其实也差不多，因为五只对啊，收益一样嘛，一样嘛，因为他刷的50跟囤经济没啥区别嘛。对，是的，因为收益只到50，吃利息。因为肯定不是，肯定不会那个，就是直接刷到没有钱的啊、哦。对，这个是太莽撞的做法了。但没问题啊，因为他现在全场经济领先，是的，他想打开局面扩大收益的话，我们刚才看到其实精英现在其实是属于最好的阵容、嗯、对，他的一个阵容现在七位是最完整的，是的，但是他七位的质量相对不高，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上精英可能大概率要锁血，但在这种情况下小兔子为了保住自己的一个优势那怎么办，那就以多打少，对啊，而且九人口毕竟刷新高级牌的概率也要高一些，是的，全场经济领先，即使他升到9人口，其实经济可能还是大概率还是会领先的，他主要是差个成语嘛，对，再加上自己血线又没有进入斩杀线，就还可以，对，他现在非常需要升级高人口，然后把成语刷到拿这个七位嘛。这边猪肉鱼这个蜀国好惨啊，我感觉这个蜀国
有点问题。他主要是张飞到现在连个三星都没有，那他的一个是你不哪怕不是三星，两个二星也应该差不多的。对对对，他是一个二星啊，没打过。没办法，他现在乏力了。五位在二十五回合之后有点乏力的，而且这边是一个五，打的是一个五。好，辅助没了，没了。雷点刷吗？小蹲，这刷太快了吧？哎，雷点三星啊、哦，还可以啊、哦。他可能是为故意不要，就只想要雷点的。也有可能就是刷太快了，正常现象啊，正常现象，常规操作。我还用切回他画面看一眼，他现在下路盾是几星啊？他要把这个要打不老师把这个关掉。没事，一会儿不着急，等关了之后我们就能看啊，一星下路盾那就刷快了，应该是刷快了，那就刷快了，因为他其实他是有钱拿的，对，他可以卖一个曹彰嘛，对吧？对，都是没问题的，陈玉都可以卖的。曹彰也可以吗？不知道，凡事必争，善加利兵，伺机而行。这蜀国感觉乏力了呀，嗯，感觉缺点东西了。蜀黄忠，这个蜀国阵容感觉成发育的速度有点慢呀。二十七回，发言已经伤心了呀。没办法，其实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就是蜀国啊，非常吃阵容的一个节奏问题，节奏和连胜。是的。所以这把真的是天胡的蜀国就是辅助，他如果直接拿蜀国把那波全卖掉的话，我觉得这时候你吃个二十连胜应该不过分。我觉得是的，他这个蜀国的一个成型速度在将近十回合不到，好像怕的是什么？怕的是群，怕群。我觉得其实中期蜀国最怕的是群和天胡位，还有什么？还有是无户。无户因为周泰的概率实在是对于蜀国是没有办法的，但这局你想没有无户。没有群，魏国又不天胡，是的。你是一个天胡的蜀，我觉得二十连胜应该是无压力的。他现在如果现在活着的话，我拿蜀应该起码我觉得应该是全场前两名，差不多。而且是打的连胜的，对，可能连胜还在啊。归心没了，归心没了。虽然说七位已经成型，但是还是被抬走了。啊，精英精英，我怎么老念归心呢？归零，归零，归零。我被曹操影响了，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吐哺，神曹操吧？对啊，是的，我也蛮喜欢神曹操的。本身的一诗摘出来的一段那个口、台词嘛。是的，神曹操现在真的是没什么太大用处，大身份局里面啊、哦，但是人家他带来的感官会比较好。哎，对对对，就感觉像是什么割麦子，一轮一轮啊。是的，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做那个精彩视频的收集嘛，就看到好多神曹操的局，就是不停的翻面收，翻面收，然后就收到全场 一张牌都没有，嘎韭菜、哎，那个还是挺有意思的。你看这游戏，现在蜀国又有分了，有分了，有分前四有分了，现在已经是至少三分在手。就看他这把要是碰上个南叔什么的，基本上或者是那个陈仙，可能都还有的打。对，配上小兔子，可能就这把可能有点悬了。但是他小兔子是个五位嘛，可能也还手还是应该能守得住。血线还在哪里了？对吧？对。好，没守住，这一波要砍个十几点是九人口，没有守住，二十四这把，二十四这把，二十四。哎，这局是不是应该会？这一局应该会结束很快吧？是的，不，最起码应该不会拖到四十轮。这无图谷看着有点喜感，没有人抓，人血多啊，无图谷没用啊，真的没用啊，没办法呀。锦囊伤害加一吧，他受到锦囊伤害，对对对，自带一负面效果不说，而且他的羁绊你说在后期已经没有用了，对，他的蛮势力羁绊还二层甲嘛，加上那个盲牙掌，对，盲牙掌就受到伤害还比较低。是的，
就能扛血多。那叫藤骑兵还是什么？藤甲兵。藤甲兵是的。就乌托古，就是自从有这个武将，无论身份级还是别的模式，我都觉得这个武将还挺憨的。但乌托古身份级乌托古还蛮好玩的。没用啊，就是你想想，你抓了一个乌托古最高光的时刻是在四 v 四有一个版本最辉煌的时刻，就小乔乌托古啊，曾经有一个四 v 四的版本，那时候是乌托古最辉煌的时刻，叫小乔弹给乌托古六个血，对啊，然后最后靠乌托古的一爆发，就是三四十张牌的时候，那是乌托古最辉煌的时刻。然后随后乌托古被移出将池，就再也没有了。因为那个版本几乎好像感觉小乔乌托古有点无解。啊，是这样子。来，回过来看我们的自走棋战局，那这边蜀国打这个鱿鱼，还是进攻的回合是比较乏力的。而且我们目前是小兔子的视角，小兔子这边是一个九人口，天生的一个人口领先优势。而且他主要已经是一个七位了，他本身已经扛不住了。嗯，对，七位也达成了，七位四骑。然后他其实现在唯一怕就是成仙，因为他成仙打不过。成仙虽然说少一人口，但是他的阵容成型度会比他好一点。我想南叔白兔好像是个吴国吧？我忘了是大明宫吴国还是谁吴国，反正吴国有啊，是吴 国, 国。说对了，对，我这个你看，果断走吴蜀的，基本上前。而且你看这个吴国发育还蛮不错的，还可以。对，这吴国其实前期还蛮顺的。四攻嘛，四攻。这轮真的就是吴国蜀国没有人卡你。是的。而且走得很果断，那其实，怎么说都有分嘛，进个前四还。但是南叔这个吴国比较吃运气啊，因为这个运气不是他刷卡的运气，是吃他工兵的。对对对，工兵还有一个杀连杀连杀。是的，这个版本其实走了四攻，基本我觉得算是到头了。六攻不好走，六攻不好走的原因是因为这六攻里面有一个害虫，就是这个袁绍实在是太脆了。但还好，袁绍太脆。而且袁绍这个武将吧，你说你前期抓呢上不了场，后期抓呢就感觉又没有钱，所以有的时候会比较鸡肋一点。是的，哎，这不是只上了个五鼠吗？哎，这边为什么是五鼠啊？啊，他可能是战局进行到一半给打掉了吧，还是怎么着？啥情况？有可能吧。哦，还是欺辱，可能是显一个观赏，就是一个问是显示有问题、啊，对，显示的 bug。打野轮次，三十回合，青州将领。其实蜀国，我用蜀国，其实有时候有次没打过，伤害后期不够了。你打野吗？对，就打这一波。就有点悬，那可能也不是阵容也不能特别好。你看看看，这波可能也有点悬。是的，那蜀国打这一波的时候就，哦，我看没打过了。那蜀国可能没了，因为青州将领那个牌还是可以的。嗯，他上来肯定斩掉你一个，没了。因为我自己打过的蜀国打这一波真的是，因为蜀国有可能他后期续航很差。你搭一个鲁肃会好一点。对对，搭鲁肃的，因为蜀国他后期续航真的很差，前面。两三波伤害打完之后，后期就完全没什么伤害了。对，而且你三星又少，你三星多一点，也许还能可能过了。但是你不想三十回合一个三星都没有，也是有点。你不想无畏，无畏其实一个续航都是很舒服的。我记得我一般打到三十回合应该都有个三星了呀，但他没有啊。啊，你看他的张飞，打之前那一局张飞两个一星一个二星，你看这六加位卡成这样，人家抓个三星都已经抓的。对吧？是的，成仙这边都已经一个三星离点了。目前现在是第三十一回合啊，八人口局面下刷新概率，普通卡已经很难刷了，30%的概率。现在是一个刷稀有跟对刷稀有和刷史诗的一个节奏。是的，运气好还能刷传说，像陈世英一样。一刀斩了四血，山甲对上了一个夏侯惇，两个人谁也打不动谁。是的，这边这个曹彰没能触发任何技能，这把其实完全就看陈仙跟小兔子一人一波了。
两星曹操，望系这个三星里面还没有走，曹操没了，没救回来，没救回来，有点惨。曹操奸雄的一个万箭齐发，说，哎，又拿回来了，拿回来，好杀。曹仁，这曹仁的技伤害打得夏侯惇，夏侯惇太高兴了。哦，补了一个三星曹仁上来，那有点难受啊。好在阵容还比较扎实，人还足够多。是的。好，而且曹纯活得很给力啊，这个扇甲还在不停的发动。那陈仙，陈仙这把要，看一下这三星曹仁，还能再活一轮吧？应该还能再活一轮。还能再回一轮，还能再回一轮，看看啊，单个位数了，个位数了。那小肚子这把可能就吃鸡了，哇、哦，不好说。陈玉也两星了，啊，不好说。我刚啥情况？刚立了个 flag， 啥情况？刚给我自己立了 flag， 刚想说陈仙可能会没，莫名其妙的，这啥情况？对，曹纯，那这边曹纯其实升不上去了的，本来就一个两星曹纯。其实一个成长，这也不升了，肯定不升了。是的，哎，这个一星的曹仁啥情况？他两星曹纯，一星陈玉，这一星曹仁啥情况？哦、曹仁全被成仙拿光了是吗？哦，你说一星曹仁对吧？这边高顺啊，是来直接抓成仙了。是的，放了一个二号位高顺，二十四号位在己方阵容会是一个抗压位，在对方进攻阵容就是一个抓人位。是的。两个鲁肃，一个桃园结义。怎么说三星的李典要优于三星的高顺啊，这个鲁肃得早点把他给灭了，不然不行啊，感觉有点打不过呀，己方的鲁肃先阵亡了。是的，现在三星的李典怎么说解决不掉啊，有点这三星李典活得太好了，是的，每一次只掉一根血，而且这边曹纯跟鲁肃还活得很好，对，而且鲁肃到现在从第一局活到现在，真的，我一直在看这个李典，他从十血掉五血，发动了掉到三血，发动了七次往昔，每次只掉一根血的，是的，炸了，兵精粮足，守土，打死了一个曹仁，回手换你一个三星的曹仁上来，怎么办啊？这守不住了呀，要被抬了呀，没了吧？还有，应该还有，应该还有。算算血量啊，27嘛，其实明灭只有。但好像不行啊，因为这边星级太高了，还有一个人没上场。应该还有啊、哦，没了，没了，没了。你看，哎，那恭喜，哎是小陈仙，对陈仙，陈仙第一，因为陈仙最后一波是那神来之笔，对啊，升了两个，一个陈玉升二星，还有一个是。谁来着的？所以李典怎么说？削吧，削一削。真的是这个李典从十血掉到了三血，发动了七次旺系、啊、我就看这个李典每一次掉一根血，每一次掉一根血，然后不停的在发动旺系，摸了一大把牌。最后那个李典我看到是13张牌，太恐怖了，嗯、是的，太恐怖了。摸牌还是相对是非常厉害。到后期没有办法，而且这个东西就他就怕一刀斩，那一刀斩你就斩不死他。十血的李典你怎么要斩死他、嗯？是的，因为是一个七位嘛，一刀斩斩不死。好吧，那一局。